家好啊，这边是桥下，赵大哥也介绍这个点，待会来看看吧。的不是的，泰国鲤鱼耶，啊有腰心我怕你啊，我也你千万要动吧，嘴巴还有一个，他嘴巴还勾哎，发炎，舌头发炎呐、啊，靠腰，啊，去。
遍大家都有。微吵了，但是雨很多了，差不多，那随便吹都可以，随便耳朵会痒。来下去再去。这边的好处是可以遮阳，又可以挡雨，坏处就是吵了些。总有哪些？然后大部分是。
蛮吵的，可能声音会比较小声的，没有听到。这边因为不用遮阳啊，所以才没有蒙面。不然一般都会蒙面。再掉个十天，又换。那边的鱼太好钓了。用鲫鱼饵跟瘦。钓真的是还不错，乐色水。把这边开发的钓。鱼，第一鱼大了，第二鱼。这边还蛮多蚊子，他穿长袖。
好了，任务达成，下次有机会再来。丢在这里，有可能死掉或者是被气了。那个是它的笼子，这边就在下面一点点而已。我想应该也差不多了。